我係潘普千，為 LibriVox 答案所提供嘅錄音《唐詩三百首》卷一第22。尋西山隱者不遇，作者幽圍。絕頂一茂時，直上三十里，叩關無同僕，窺室為案機。若非跟柴車，應是釣秋水。差池不相見，悯免空養子。草色新雨中，蟲聲晚窗裏。及之契丘絕，自觸蕩心耳。雖無賓主意，頗得清靜理。興盡放下山，何必待之子？讀完啦。LibriVox 嘅錄音都係公眾所有嘅。